挤得太厉害了，搁这里指甲，挤得太厉害了，别动了。没，慢点给你修，你不用紧张。没事，没有事，你不用紧张。没有事，我一用劲就紧张，不行了，没有事。你不用紧张，不会一刀戳进去的，放心好了。你不用怕。我每次手脚就是怕手到机关。对，你不用紧张。你这个指甲这挤得太厉害了，指甲都挤到肉里面，挤得好深。快好了，别动了。奶奶今天回见你。就那个拐角，有时候我回去时，晚上睡觉，脚在床上里边会感觉去跳一跳的。那就那个就不好使。就这里，别动，就这有皮，是有皮。看指甲，像是剪过那样的。这边没有吧？这边。这边好一点，就那个不好。这边小一点可以。你不用紧张，这边好修，很好修的这边。这边没有，这边可以。